天哪！我第一名哎！我考了第一名哎！真的，真的，我考了第一名，628分就是我！天哪，我考了第一名！我是高考状元！我是高考状元！哇，考了第一名啊！刘烨，来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哦，老师，什么？老师，您是说我可以上北京大学？对呀。今年咱们学校呀有两个推荐上北大的名额，你呀就是其中一个。来，把这张表填了就行了。老师，上北大学费要多少钱呢？这是国家重点大学，学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费一年总得1-2万吧。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呀，吃喝拉撒的全是国家包，还有生活补助呢。您读的是什么学校啊？师范啊。哦，那我就上师范吧。你上师范？放着北大不上，你上师范？那老师，我再想想吧。刘月，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，不过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。哎，回家跟你们家里人商量商量吧。嗯，谢谢老师。月月。嗯。睡不着啊？嗯，睡不着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有心事了？哎呀，是不是拿到成绩没考好啊？不是。那你怎么了？姐，我不想上大学了，我想去找工作。不行。哥也不会答应的。你是咱们家唯一一个健全人，你是最有前途的。哥不是说了吗？再难也要供你上大学。可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那实在是……每天看着哥哥累成那个样子，还要为咱们几个一个一个的操心，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。你说我都这么大了，我好手好脚的，我不能再让哥哥受累啊。有时候我真恨我自己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整天白吃白喝，让哥一个人那么辛苦。你二胡拉的那么好，电子琴又学的那么快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学琴对咱们家来说太奢侈了。姐，你什么都不用多想，就好好练你的琴啊。我相信咱们总会有成功那一天的。哎，时候不早了，快点睡吧。我们家信呀。对。哦。好，谢谢啊。哥，哥，我录取了。给我刘月同学，你已被我校政教专业录取，请持本通知书于9月1日来我院报到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月月啊，哥要送你一件礼物，你等着。哟，什么礼物这么神秘？快点回来啊！哎，月月啊，我也送你一件礼物，我给你写幅字吧。哟，真的啊？天哪，我真是大丰收啊。
南飞，兰子，我去同学家了啊。哎，晚饭等我回来做啊。南飞，有没有脏衣服啊？哎，有了。放下。谢谢啊，南子。谢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吧，我们好多同学都考上师范学院哟。那你们又能在一起了？对呀，这回我可不怕我寂寞了。哎，哟，南飞哥，你当状元了，我也没有别的本事，写一幅字送给你，表示我对你的祝福。天哪，好漂亮的字哎！你们看，南飞这字儿写的可是越来越好了。改名啊，我就告诉我们同学，这可是我国著名书法家刘南飞先生送给我的。对，好好收着啊。谢谢你啊，南飞哥。不用谢了。哎，大哥，你的礼物呢？呀，我忘买了。得了吧，别装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在这儿。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我给你打开。什么呀？一看看啊。一吧。哎，哥，信用给打开。啊，对对。嗯。来，看看是什么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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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，哇，是一条白色连衣裙呢，好不好看？哇，太漂亮了！你们看，哎，南飞哥，天哪，南飞好不好看？18年了，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连衣裙，赶紧给换上试试啊！我赶快换，赶快换！哎，你们等着我啊！这个小丫头，把她高兴坏了啊！好漂亮哎！噔噔噔噔噔，嗯，来，让大哥好好瞧瞧，怎么样，漂亮不？漂亮，比白雪公主还漂亮。真的？嗯。哎，南飞，漂亮，像不像一个小天使啊？不是像不像，简直就是的。哎，兰子，漂亮。Sorry 啊，我给忘了。怎么了？虽然我看不见，我也知道我们月月是最漂亮的。对，是最漂亮的。兰子姐 ，You are so sweet。我说呀，你的嘴现在是越来越甜了。哦。哟，谁把我衣服洗了？我洗的。怎么了？那我的录取通知书你给我放哪儿了？通知书你放哪儿了？我就放在那个衣服口袋里啊。我没发现有通知书。月月，不着急啊，
说不定掉到哪了啊！好好找找，你别急啊，来。找到了吗？在哪儿呢？找到了吗？月月，我让你洗衣服了，谁让你洗衣服了？你逞什么能啊？怎么了，月月？怎么了？你把我录取通知书洗烂了。好了，月月啊。严重不严重啊？你让我怎么去报到啊？好了，月月。对不起。都是我不好，哎，我怎么搞的？我干活太不小心了，对不起，月月，你别哭啊。没事啊，这事都怪我，我没注意。兰子也是好心嘛，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呀？好了，月月，你想什么办法呀？你们说想什么办法？你们说想什么办法？好了，月月，你兰子姐看不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还怎么这样？你事情发生了，咱们想办法不行吗？想什么办法呀？干嘛都护着他呀？干嘛都护着他呀？他好心，我这不是好心吗？你兰子姐看不见呀？这孩子怎么这样？我怎么了？你是？我就是要说，我问你们，我对你们不好吗？啊，我容易吗？我白天上学，晚上回来给你们做晚饭，早上起来做早饭，中午还要留饭，我不是好心吗？我考了第一名，其实本来是可以上北大的，北京大学。可我现在只能选择师范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家穷，因为师范学费少，因为吃饭不花钱。我为了谁呀？我四处打零工挣钱，我为了谁呀？我给同学补课，一补就是半年，我图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傻子，我不就是为了给你要琴吗？嗯？都是哥不好啊！还有我亲哥，都是哥不好。喂，兰子姐，兰子，你们看看他，你们看看他都累成什么样了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再这么下去啊，再瞅着咱们，他该怎么办呢？他都多大了？他都好了，对，别说了，朋友都没有啊！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我替你着急。没事，月月，大哥给你想办法啊！大哥对不起，都是大哥不好，大哥对不起。